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在我们这个圣经人物与你的系列里面，我们现在是讲到新约的人物。那么新约圣经当然从篇幅讲没有旧约这么多，跨越的时代呢，作为圣经讲比不上旧约跨越这么多年代，但是其中有些人物呢也是非常的吸引我们的。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小说，但很多小说呢是杜撰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所以有些人更喜欢看传记，但传记呢又看你什么人写，我们只是歌功颂德呢，还是为了要遮掩所有人性的缺点软弱呢，或者就大肆的暴露人性的丑恶呢？这些都不是圣经的一个原委，因为圣经上帝赐给人是要叫人怎么样，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解决一个永生的问题。另外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得我们今生完全，而且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解决今生的问题，个人品格的长进完善，以及服务人群行善。所以圣经不论是写什么，尤其是写到人物，当然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以前旧约人物里讲到很多很多人物，有的是怎么样呢，预表预示基督，或者是因着上帝的缘故生命的改变，当然也有些堕落的人成为我们的见解和警惕。新约人物也是如此，像我们讲过的使徒约翰啊，以及彼得和使徒约翰，甚至于耶稣肉身的父母约瑟、玛利亚等等，都给我们许许多多不但是有趣，主要更加是有价值有意义，对你对我的人生都会有帮助的。那么我想今天我想再讲位人物，在没有讲之前呢，我想我们先说，或者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教为什么到今天还存在？虽然历经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耶稣基督吧，作为基督教的啊信仰那个中心，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有的门徒吧，十二个门徒几乎都是殉道的，而第一到第三世纪的教会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面，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危险，而整个基督教新教两千年来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考验逼迫啊，在中世纪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为什么今天还存在呢？非但存在，还在发展，还在壮大呢？我想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生命会影响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我们说死的不能影响活的，活的也不能影响死的，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只是一个钉死在十架上的，埋葬在一个坟墓里面的，没有力量，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同样的，圣经是这样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我们的心根本死了啊，麻木了，不忍了，那再怎么影响我们也不会改变。所以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生命能够打动生命，生命能够影响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影响了历代以来无数的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啊，从教会历史，甚至在今天的现实当中，我们都看见很多。不过我们今天是圣经人物与你，所以我们就回归在圣经里面。我想今天很多父母呢都很重视自己的子女，所以甚至于从小就说要赢在起跑线啊，要为自己的子女找一个好的幼稚园啊，等等等等。但有没有想过，差的学校也有好的学生，好的学校也有差的学生。固然选择学校不是不重要，也是重要的一方面。那有人就说啊，将来选择工作职业很重要，那当然也是，对不对？但今天什么是作为我们选择工作的标准呢？哎呀，这样能够赚钱赚得多啊，这样结果就反而是走入歧途，使得我们真正的人生的意义、工作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都消失了。那有人讲另外一个重要，就是选择另一半和配偶，那当然是家庭婚姻问题是今天的社会极其严重的问题，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不错。但有没有想过，选择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选择了信仰的正确与否，会影响到你学习、工作、婚姻、家庭，甚至于所有的整个的人生。那么今天我要讲一位，他叫扫罗，扫罗，当然他以后的名字改了，我先讲一句，扫罗是什么呢？我们说以色列国他第一位君王就叫扫罗，而这位君王的支派呢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2000年前左右，有对父母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哎呀，就感觉到我要把我的儿子取名叫扫罗，因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叫扫罗，何况我们跟他是同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的。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有这种世界上的一种向往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当他长大了一点，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现在的什么大学研究院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最著名的老师，他逐渐成长壮大了。当时有个叫加马列，如果今天讲了就一级教授、著名的学者，就放到他的手下去受教。再长大一点呢，就让他加入什么一个严谨的法利赛的教门，各方面都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执着，非常的与一般的人有所分别啊，而且要求各方面似乎都很高很高。所以从这样看来，哇，他的出身又好啊，他的师长又出名啊，他加入的一个社团又是一个当时啊似乎是很高层的，再加上他的个性呢，他又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思想非常敏锐，而且呢为人也很刚强的一个人。哎呀，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信仰上出现了问题。他已经是出生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宣扬上帝的慈爱以及他的救恩，而且知道上帝是爱全世界的人，不单的爱他自己的希伯来人，
何况耶稣说福音还要传遍天下，让每一个愿意相信及受人都可以得着。但是呢，由于这个扫罗他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这样的一种这个学校的训练，以及自己所从事的，他在30岁的时候就做了犹太国会的议员，可以说名誉、地位、学问、家庭、出身背景都是超乎一等的。但是呢，由于他的信仰上的执着，他只是为自己的祖宗的遗传，就是犹太教，在怎么样，在维护，在怎么样宣扬，甚至于不惜一切的要，今天讲话就要消灭异己。因为当时耶稣来到世界，已经创立了我们今天讲的所谓新教啊，就是要把种族主义，把这种个人主义都突破。因为上帝是众人的父，上帝愿意所有愿意相信人都可以得救。但这样一来，就跟这位扫罗怎么样起了矛盾，他的内心也矛盾，他的生活工作都起了矛盾，跟他所学的也有矛盾。但在这样一个烈性子呢，也是看来也是比较这个急躁的一个人，他就受不住了。圣经里面怎么讲，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前面是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这四个福音以后，这四个福音都是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工作、死、复活等等。后面一卷的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基本上分作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是讲大使徒彼得的工作，后面部分着重就是讲这一位，但是讲他，先要讲他生命的转变。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他的信仰没有改变的话，圣经里面是没有他的份的啊。但是呢，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最后是讲到什么呢？早期教会有个执事叫斯蒂凡，他是一个大有信心，也是非常热心，非常忠诚。他有一次在宣讲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而且呢，指着当时的同胞就说，把耶稣基督交给不法的人，通过罗马当局被他钉在十字架。但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些所谓他的同胞呢，就蜂拥而上，像野兽那样用石头把他打死。但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斯蒂凡讲到被打死的时候，这个扫罗怎么样，这里面讲，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也可以说青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啊，扫罗脚前。到第八章一开始讲呢，当斯蒂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是举目望天，笑许耶稣说，祷告求上帝不要归罪于他们。这是一幕景象，脸上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圣洁的光芒。一个对比就是那些围攻他的、打死他的人呢，就像一个狰狞的一个野兽那样。不过圣经里面却记载了这句当斯蒂凡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安睡了，安息了。但圣经里面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个时候的扫罗很欢喜的，最好你被打死，你不能再传福音，
不能再高举耶稣，就是基督。好了，从第八章开始啊，第八章第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你看单单这句，他不单单一般的攻击侮辱，他是残害信耶稣的人，而且进入个人的家里，男的女的都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狱里面去。这就是扫罗，他为他自己祖宗，为犹太教在拼命的热心，他感觉到我非要铲除异己，我非要把这些异端左道都要消灭掉，甚至于还不是用批判的武器，是用武器来批判，就是用暴力来对付所有不同信仰的人。不过保罗后来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一度他怎么样，他热心到这个程度，他从这个祭司那里拿了文书，拿了文件，要到大马士，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啊，叙利亚的首都了。那是个已经离开本国要去做什么，他不是去观光，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考察，要去抓人。你可以想象，我们闭着眼睛可以想象，这个扫罗他的所谓的热心也好，热忱也好，是到什么程度，为他的祖宗的一个遗传，以及为他们本族的犹太教是这样做。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有一位向他显现，突然天上光芒万丈，结果怎么样，他跟他一行的人就扑在地上，正好像我们现在不敢直对太阳那样。有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谁呀？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啊！你用脚踢刺是男的。哎呀，他伏伏在地上，他见到了他所逼迫的耶稣，原来就是一个复活的基督。但是向他显现的基督带着一种慈柔的眼光看着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到的扫罗在大马士的一个经历，就见到了复活的主，改变。不像这个犹太教讲耶稣是假的，耶稣是死掉了，没有了，耶稣是个复活的主，非常复活的主，而且是这样的慈祥，这样的圣洁显现在他面前。耶稣说，我要差派你要去传福音，甚至有一天你要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啊！而且当时保罗眼睛好像瞎了一样啊，他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到个地方啊，有个叫亚拿尼亚会接待你，而同时上帝又用异象告诉亚拿尼亚，有一个扫罗亚来找你。亚拿尼亚说，这个人要不得要不得，我连见他都怕。耶稣说，不用怕，他是我拣选的一个人，他要为我做见证。我们长话短说，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使徒行传》的后半部，你就看到这个人生的一个转变。我刚刚讲过了，死的不能影响活的，活的也不能影响死的，这指着什么呢？肉体死，你也不能再给他讲话，他也听不见。他的心灵如果死了，你再劝他，他也不会懂。只有活的跟活的，复活的主跟一个怎么样，跟一个生命愿意改变。因为扫罗他以后就变保罗了，我们知道扫罗刚刚讲过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的名字，他感觉到，哎呀，我很有威望，我出生在这样家庭又等等，但是呢，
他在大马士的经历以后，他就改名做保罗。保罗这个字就是微小的意思。他再不觉得自己是过去这么高超、这么伟大、这么聪明、这么有权有势，不，他改变，生命改变。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能够存在的原因，也是基督教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许许多多人生命因着接触了耶稣基督改变了，改变了。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有人就讲过，对不对？当然我们上次讲这犹大，犹大丧失了使徒的职分，但是呢在教会的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补选一个马提亚，尽管后面圣经对马提亚没有什么记载。有人就说是保罗填补了这个职，我们不去争这个什么职位啊，一定是十二使徒，这个没有，圣经也没有这样讲。但是无可否认的，所有的教会历史家都承认，就说保罗这个大马士见到了耶稣基督的，从扫罗改变成保罗，从骄傲自大变成一个谦卑啊顺服的一个保罗的一个使徒，是除了耶稣以外最伟大的一位布道家。从神学的角度，他是一位第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一共27卷，他至少写了13卷，几乎占了一半。四福音是记载这个事实，但是呢在保罗的13、14封书信当中就开始奠定了基督教的神学。所以是位大神学家、大布道家。为什么讲他大布道家呢？因为他以后就献身给他所过去所逼迫所摧残的教会，披星戴月，鞠躬尽瘁啊，一直传道，一直传道。有一次他在亚洲啊传道，圣经讲圣灵不允许，到换一个地方去耶稣的灵还不允许，他想奇怪，什么我现身传道还不允许吗？不，当夜有个异象，我们今天就称为马其顿的呼声，有个异象当中人说请过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异象以后他就明白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他在你那里传道，因为上帝要带领他的脚步跨越到一个新的一个境地。我们知道福音就从亚洲传到了欧洲，这个我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讲。所以说是他一个伟大的布道家，而且他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非但写了圣经新约圣经的一半，而且呢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神学家，而且真正的是一个开拓圣公的一位勇士，他受尽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和困苦，但是他非常的甘愿，非常的甘愿。那么圣经所记他有三次这个旅行的布道，到各处去布道传福音，叫人相信耶稣基督，让自己的同胞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到过塞浦路斯，到过比西底，到过安提亚啊，到过以哥念哥路斯的特比，这些都是圣经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的，还到过什么？到过希腊，到过雅典啊，到过欧洲。所以近代的福音应当说是从欧美传来的，但是福音本来是在亚洲的啊，在以色列是亚洲的，在西亚，然后呢上帝带领着
保罗的脚步呼召他进入了欧洲，所以今天的教会又从欧美又传回亚洲，希望有一天亚洲又成为一个福音的中心，再向世界上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去传。但我更愿也兴起今天的保罗，今天的保罗，对不对？能够献上自己，能够不畏艰难啊，不畏艰难。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许许多多地方受了很多的逼迫，尤其是他同住人，因为怎么样，他们实在是恨不过你过去帮我们，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大将，今天你倒过去去帮你过去所反对的，又拿撒勒党帮耶稣基督，所以就到处的逼迫他啊，到处的这个追踪他，到处的污蔑他，残害他。圣经里面记载的太多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哥林多书里面就讲到怎么样呢，保罗他就讲到他自己所有的经历啊，我读一读，这里说，我多次下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过船坏三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啊，海中的危险，最后假弟兄的危险，多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等等。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上，太多了。这是他不得已的，要对那些不了解甚至误会他人讲述他的经历。各位朋友，保罗从扫罗转变成保罗，他人生的转变正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见证，这也是基督教的力量所在。但他的根本，因为扫罗接触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你的生命改变吗？来救耶稣，相信他，你生命也会改变，不会偏执，而会更勇敢啊，一直的为世界带来福分，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价值和意义。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位。